随便拉一点啊，这鱼贩子今天要的不多，要个三五百斤，说过来看看鱼怎么样，鱼好下再来。这一碗可以啊，上千斤了这一碗。大家下次我们要清理一下。哇，垃圾很正常。芒草汁，这大头鱼好小呀。这碗都不下，拿小碗过来拉的啊。呜、哦。你要不要这么多？要不要这么多？放一点，别弄死了。老板，给我换一个，过来换我这个。帮我兜起来，我放水那去。把劲把劲，不要太里修整个。给你们小饲料顶顶干。摸一下大鱼多重？来，好吧，我你的，今天我你的，你啊。这现在新疆嘛，水质还一般。东阳吗？在西宁这边，到西宁就好了。这一筐估计八十多斤。还有什么鱼？来一下啊！哎。这么大块呀！还有的。嘿，对，好多鲤鱼啊！好，老板，鲤鱼要不？鲤鱼我们这边没人要。那拉一大红。大红。小还行。这个没啥吃的。好久没啥吃。这个美女，老板，来把那五来那啊！垃圾你是个？啊？三百斤啊，垃圾！垃圾三百斤，那两百斤。来了，上不了的，行了行。嗯，没问题。二六八吧。二六。来。这个桥个地方。二六。下来吧，下来。把鱼都放了，这老板小老板要的不多，抓多少斤？总共草鱼200多斤，大头100多斤，300多一点点。现在鱼贩子把鱼拉走了，一共才300多斤，卖了个寂寞，还没一会就搞好了。他要的不敢要多了，卖不出去哈。现在不好卖这个鱼。
联系了，我们联系了4-5个鱼贩子，4-5个，只有他来了，其他人都说不要，不来，麻烦了，老表，这还不知道卖到啥时候去。我叫你再养一年，或再养半年，养一年，怕什么？我一翻糖，翻就翻嘛，一翻糖我亏，反正是亏，还不然死一点。我现在亏20000，翻糖的我要亏30000，不会亏那么多，里面的鲫鱼不错，我看到了。鲫鱼那么大没人要啊，哥。总有人要啊，带有小的，那这么大土鲫鱼，开玩笑。养一年吧，一共卖了1850块钱，够了，回了11包左右的饲料钱，麻烦啰嗦。鱼是有个几千斤哈，等会还要联系几个鱼贩子，看一下他们之前说不要的，现在要不要？我们再想一下办法，这个鱼怎么处理？再养一年？不想养，饲料太贵了。